想听一看 ISBN F53 系列套股它的声音是怎么样吗？来吧，跟我们看一下吧。这款股系列是我们还蛮推荐的系列，它的价位算也不会非常的昂贵，然后在对入门和初学者来说是非常的 OK 的一个套股，相信大家已经听了它的声音，其实蛮不错的哦。刚好趁这个机会有机会去试装了这套股，然后我随手打了这套股的声音。我是乐温音乐爵士股老师小千，感谢各位收看，